好的，今天我们要来比较一下传统的 IP camera 跟GainSpan Solution 的 WiFi camera 在影像的 latency 上面的差异。首先呢，这边有一支 ASUS 的 camera， 那隔壁这个 iPhone 呢就显示到它的影像。那这个呢是透过 GainSpan 的 WiFi 连接到一个鱼眼的 camera， 那旁边这个 iPhone 呢就是显示它的影像。所以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，就是说当我们在看传统的 IP cam 的时候，它会有很明显的 latency。 好，那用 GainSpan 的 WiFi 做的 camera 基本上它不会有它的 latency， 就相对少很多。OK， 那基本上它的结构很简单，这边有一个camera， 透过这一块 PC 板，上面这边是 GainSpan 的 chip， 那这边有一个 video 的 decoder， 好，所以我们可以很容易的去做到比较没有的延迟、没有 latency 的影像。OK，